联防收到密报，有春秋道的人在不良井中活动。徐宁前去暗中调查。诺。不良山昨夜不现身吗？杜臻、陈楚，南楚金属，这个书柜被改造过，每一条线索都在指向春秋道。那你想不想查明这一切的真相？你想让我加入联防？ 我就是不良井的贱民，快别闹！<笑>你以为不良井安逸的生活还剩起步？那小爷就陪你们玩玩。联防办案，这几个人都有嫌疑啊。今晚就是他们刺杀的最佳时机。我们该怎么走？什么声音？ 跑！他们一定是逃到帅府，他从阎王手里跑了。难道真的是他？把他给我关起来！让开！子安，还没破呢。此刻没子安，把这事情做砸了好。你小子是要疯了！这次，你又证明了什么？